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依麦。如果在剧情到一周目后半段，巫师会要求携带帝牙卢卡帕路奇亚在队伍，才有办法触发剧情。这时候我很好奇，剧情的帝牙卢卡能不能传到 Home 呢？我试一下，看来是不行啊，被锁住了。那来试试看，第一次破关验到满等的帝牙卢卡能不能过剧情好了。哎呦，不同隻的帝牙盧卡居然过了耶！然后我又破关了。